嘻嘻，还有一包洋燕版第二弹呢，还好我留了一手。李月，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呢？就是，别以为我没看见。不就是还有一个洋燕版第二弹吗？哼，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我就不抓了。我就是还有一颗洋燕版第二弹，怎么样，羡慕吧？哼，我们不羡慕一个第二弹？你好好看看，我们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好宝贝吗？这里面宝贝可多着呢，里面可是有德凯奥特曼所有形态的新版插卡、没错，今天我心情好，开开让你看一看、两张插卡，赛文奥特曼、禅兽女、麦克斯奥特曼、古雷斯、罗斯奥特曼、德凯奥特曼。插卡戴牙奥特曼？啥？我就给你们洗一个袜子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乔乔，你自己去把德凯奥特曼插卡插出来呀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两张插耳卡，纳伊斯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凯鲁比姆、维克特利奥特曼、银河奥特曼、尼库拉斯。哎，插耳卡？什么？真的插到插耳卡德凯奥特曼了？嘿嘿，你就等着。死亡德拉格、杰德奥特曼、维克特利奥特曼、阿基拉。啊，插耳卡！你这次真插出德凯奥特曼插耳卡？没有，我这次拆出来的是他母体斯菲亚扎沃尔斯。啊，你又没拆出来呀、我看看你们这下还怎么让我给你们洗袜子？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这儿还有卡包可以拆呢。杰德奥特曼、贝利亚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塞亚斯奥特曼、特利迦奥特曼、特利迦奥特曼。哎，插耳卡德凯奥特曼强壮型。什么？你这次真的把德凯奥特曼插耳卡了？哎呀，莎莎，你这个洋燕版三代真气呀！怎么样？这一下要给我们洗个袜子吧？这怎么可以真的给他们洗一个月的袜子？哎。你别耍赖啊！可是你说的，我找到德凯的插耳卡，就给我洗一个月的袜子。什么？我没有说啊！我没有说啊！哎，你别说。